又系呢首歌。这是啊。想赢我，可以捉到嗰个窍门喎。啊顶！即刻出事大佬！啊顶你啊！又又哇顶！主要梗系所以翻到屋企啊，辛苦晒！哎！啱啱今日仲有一日啊嘛，我电脑字可以哦，真系难一次啦，又是啊，哇真系睇唔到白痴，哇进步神速个位我，整个进步神速，又是激。又招啊！我哋打爆你嚟讲，输咗两铺喎。之前又招啊！啊顶！又招啊！我顶！等等先。哦，冇事。咦，等先，佢有冇720啊？有。我啱睇，我睇个直播都冇720，我加咗360，360T。哦，顶，好快喎、啊、呢下都。唔紧要啊，仲有得赢啊你！想赢我咩你？极杀球。真救命个样子，吓屎啦！都唔知咁嗰个咁嘅水刮眉毛，唉、哎，水刮眼睫毛。仲死？哈哈哈！想赢我，女客人。咩事啊？仲未输你？顶！点解我输一百次？唔系话？极佢一月杀球啊！问你死未？睇来我要增加呢个热血量啦，准备要各位要认真。点样睇啊？又话认真，认真冇加加热血量先啦、啊，各位好。又是啊！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，准备我开技啊，各位，哇，一磨耐啲都濑嘢，各位呢度，喂，一路可以开技咯，激，用极取胜啦呢度，呢件衫嘢越嚟越烂，随住我赢得越嚟越多，又招啊！
啊，点解啊？顶又俾佢追翻，又跳嚟。顶，点解又系咁嘅白痴？我唔系输啊，我喺度。嗱。唔系话挡到我招技，公平咩？啊，九九啊，哇笑啊！啊，啊，喂！顶白痴出界出咗三铺，吓死啊！一条嘢咁铺，同你讲，顶晒实力添，唔紧要啊，实力有实力个好处啊！嗰啲咩乒乓波比赛咧，无端打好快，突然之间会即刻。可唔可以即刻用滴滴仔方法？明明好激烈咁样咧，啊！即刻开始旋，一开波已经有落西定旋球定点样？跟住下一弯下一铺即刻落滴滴仔得唔得？先呢个下马威。玩完啦！又笑啦！哇！喺网球大佬打唔到。搞笑啊！啊！给！打不到啦！就是爭嗰球，佢守到嗰球喎。如果佢守唔到嘅話，我應該贏到嘅可以。頂你啊！好彩俾女流合，搞笑啊！點解每次都咁大力嘅會？啊！咩事啊？啊顶，真系白痴嘅呢度，我唔储气又打唔到嘅喎，真系救命！啊？点解啊？我睇唔透，大佬。这边啊？低B啊，真系，唉，唔储气啦。唔储气算低B啊，滴滴仔啊，哇，即刻输。哇，火嚟真系打呢个咁啊！死入乒乓波嘅，开极啊！啊食屎啊！低 B 啊，有乜可能啊？我一路赢，一开头之后输翻落去，都成日都出界，打老婆。我一定要赢到佢，如果唔系打最难，我应该赢到，但我一定要打最难。唔知点解几时会弹出去，即系大力得就系打出界，我唔系好知点解会弹出界。所以唔关
唔关大唔大历史，应该睇机率啊，我觉得。一系睇机率，一系睇嗰个发击球、击球时间、击球时机。你睇到，影佢杀球咁。我要等佢滴落去先啊！哇！定系要快啲揿啊？究竟系我睇唔透啊，大佬！真系快啲揿啊！我揿快少少试下啦，睇下会唔会揿快啲，会影响嗰个太大力嗰个结果。极，即系开极啦，唔好谂啦，一定要穷追猛打。真系太迟打啦，应该系。打得咁辛苦先33，有冇搞错啊？哇！我好早揿啊呢下，证明应该系乱数嚟噶啦，佢打出界。哇！好在啲。好极。诶，好波啊！呢度4-4啦。但系佢一定要差唔多咧分数，你打我明明都系咁样打啫。我玩开节奏 game 冇理由捉唔到嗰个时间啦，所以冇可能，冇可能系我每次都即系每次揿嘅时机唔一样，令到打出界噶，唔可能嘅呢个应该。啊！睇嚟结论都系要开极啊，各位。做咩开极？争啲开唔切，争啲开唔切嘅各位。做咩死啊你？好、oh, 被系统制裁，知咩事？系咁话我打出界，哇哇顶出咗界，咁望耐啲先啊！呢度一开波即刻望，准备开劲，各位。我发现我攞唔到，攞唔会攞超过3分以上，顶住都系3分，3分以上俾人制裁啦，打又嚟啦，嚟啦，开极啦，准备有嘢各位，唔开极我觉得好危险，哎，出界。一嚟即刻开极，有乜可能？顶啊！嚟啦！开极，冇啦咁多啊！即刻开极各位。哦，我冇俾你赢啊！同你讲，你输紧啊！准备啦，击！哇，仲有2分，准备受死啊你！好啦，最后一分我决定用极你。
击你，打赢你。哇！呢球应该出界。唉，真系永远都攞唔到超过两分或者三分以上。哇！顶白痴仔啊！啊！What？ 啊！有乜可能啊？认真？我会咁样连失两球咩？我真系唔系好信啊！杂招啊你！食招啊你！我都唔知咩原因系成日打出界，系我撳得太早定撳得太迟？究竟系？好 ，keep 住闷气嘅情况，呕死你啦！好，要三分啦，爆晒气各位，仲唔赢你，炒你撇我！殺你球啊！低能仔，又俾人追啦！开始，我发现佢打嘅时候咧，佢如果唔嗌嘅话咧，证明打出界。好，嚟啦，开始追啦，各位。哎，点啊？顶呢度，佢太快，我太迟接咧，所以会打出界呢度。吓？乜料？突然之间连失两球。明明撳得好快，好似我都唔知好快定好遲，大佬。得，哇！哇！使咩咁高啊，大佬？乜啊？哈哈！我系唔识讲啊，大佬。我个鞋墩真系有问题噶，我 feel 到。我机率有乜可能会？连失两球啊！仲会咁样都打出界，低癫仔，低癫仔，唉！低能一开始赢，而家又输翻，系咪有问题啊？究竟啊？失啦，好嘛？顶你！知根。唉。
失啦，欧巴你，我真系打唔到啦。右手到，啊，最后两分啊！啊，顶！争啲出事个位。哇、wow. 啊、ah!